焦糖布丁。材料：六个蛋黄，七大茶勺糖，半糖匙香草精，2.5杯鲜奶油。第一步，将蛋黄和糖混合搅拌均匀。第二步，再加入鲜奶油和香草精搅拌，直到混合物成为泡沫。第三步，倒入烤箱杯中，约可装普通杯4杯，放入烤箱中，烤箱温度放到300度，烘烤30分钟。第四步，烘烤完取出晾晾后，再放入冰箱冷藏3小时。第五步，从冰箱取出，撒上砂糖，再放入烤箱中2分钟，烤箱温度设定为500度。瞧，一个好胃口的焦糖布丁就可以与大家分享了。